岛野骑社安排一系列的户外演出，让路过的学生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活力，也替校园装点上几分艺术气息。然后一开始就比较像一群人，然后平行走在路上，然后彼此互不相识。但是后来呢，却因为某种关联，然后人们接触了。可是接触之后就发现，人和人之间其实会有一些猜忌。就是苹果其实是象征，它其实是可能是一个感情，一个也是一个生命。然后每个人就是把那种东西其实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然后看你要怎么去诠释它。就是有这个活动叫做微表演，是想要就是让师大更多人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社团，所以我们三天的活动都是举办在户外，那我们选择在人就是比较多的地方，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。微表演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，也为校园增添艺术气息，同时也让艺术赋予无限的想象空间。校园记者赖志维和慧萱采访报道。